今天要来带大家运动一下，登山健行来去爬西日本最高峰的石锤山。山顶的天狗月海拔有1982公尺，我们先搭乘缆车，从海拔455公尺一路爬升至1300公尺。石锤山为日本七大灵山之一，自古是山岳信仰的山脉，也是著名的能量景点。缆车下车后，再搭登山吊缆。红叶好漂亮啊！快抵达石锤神社的中宫，成就社了。先在这边参拜一下，保佑我们登山平安。从这边出发，开始爬山喽。午安，加油加油，还有很多个坡要爬。到山顶了，这边可以超捷径爬这个铁链。好刺激哦，加油。树枝上雪白的雾冰好美啊，山下正是红叶美丽的时候，但山上都已经结冰了。景色真是非常迷人，走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快到山顶了。大家辛苦了，景色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刚好天气也很好，再往前爬，来去最高峰的天狗月。天狗月山顶了，360度一望无际的美景，真的令人感动。看到这样的景色，让人忘却了刚才爬山的疲累。下次换您来试试看。